大家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汉语句子是对的吗？ Right or wrong? She 是她， run 跑， very 很， fast 快， then 她跑很快是对的吗？ No, in Chinese, we don't say like this.我们不说他跑很快 We need other thing 你知道吗？对，所以在这里应该有一个的的。他跑得很快，他跑得很快，这个是对的，他跑得很快。好，第二个问题，大家看这个句子对吗？ Right or wrong, 对不对？Yes, now you know. 这里呢也少了一个的的。应该说我睡得很好，我睡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的呢？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的 construction。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的 construction， 的 construction。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 construction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的，加上一个形容词。比如说踢得好，踢 ，T is a verb， 它是这个意思。踢，踢，踢得好，踢得好。This is a basic form of this construction. 踢得好 Then more complicated. 踢的动词有的 and 还有一个 adverb， 还有一个 adjective。 比如说踢的非常好 Very well. 踢的非常好。第三个呢，这个部分是一样的，踢的非常好，然后这个有一个 object， 踢什么？踢得非常好，踢踢足球 ，play football，play 的非常好，踢足球踢得非常好。好的，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这个句子 ，translate this sentence， 看一下。他 ，he 是他，对吧？他 plays football， 踢踢足球 ，here 踢足球，踢足球 ，and verb needs a verb， 踢的 ，very 是 adverb， 非常好，对，他踢足球，他踢足球，踢的非常好，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两个问题 ,two questions。第一个问题 ,the first question, 就是 when do I use the construction? 什么时候用这个 the construction 呢？就是说在我们想 describe or comment on an action。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练习题 from the textbook。第一个，第一个，大家看得清楚吗？第一个叫起得很晚 ，get up very late， 起得很晚，他起得很晚。第二个，练习做得不对 ，exercise do 不对 wrong， 练习做得不对。第三个是吃，吃得很多，吃得。很多，他吃的很多。第三个，第四个是来的 ，come very early， 他来的很早。下一个是买的很多，买 buy a lot of， 买的很多，买的很多。然后是写的不对，写 write。的不对 is wrong because 这个汉字
It's not correct. 写的不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这个的的这个结构中，它用了吗？需要用了吗？答案是 no， 没有了。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吧。一个例子，它是说，我小时候日语说得很好。我小时候日语说得很好。我小时候，我 I 小时候 I was little。所以我们说 time before the verb， 所以 time is here。然后呢，就是the construction， 是这个部分。首先，动词 verb 是 speak， and I want to describe the action is fluently 流利。流利是这个 adjective， 然后呢 ，very 就是一个 adverb， 很流利，然后 verb 说的很流利，说的很流利 ，and this one 是这个 object of the 说，对，日语说的很流利，所以在这个句子中 ，we needn't to use the here。嗯，好的，我们继续吧。好的，最后给大家一些练习，你们翻译一下 translate。你还记得我们的的结构吗？的就是一个 verb， 然后呢 plus 的，然后呢 plus 一个 adjective。所以这个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他，然后动词呢是写。他写的 adjective 是好，很好，他写的很好。但是呢，要注意的，它有这个时间 time always before the verb。他今天写的很好。好的，大家现在试一试第二个和第三个。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再见。